你叫什么名字？哇哇，我叫林北。啊？什么林北？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就是林北啊。注意点哦，这边是警察局，你再不配合，我就告你妨碍公务。好啦，我没妨碍公务啊，我就是林北，真正林北啊。啊，身份证拿出来。身份证没打出来。我没有身份证哈，抓起来，坏人，抓起来啊！有啦，我有身份证，你临时给我叫来。啊！你也不讲要打身份证啊，我就不打了。好好，哪个林？我林森北路的林。哪个北？林森北路的北。所以我叫林北，林北。那你叫林夏威啦？你卖仿冒品卖多久了？无啊，我无在卖仿冒品，我袂用安尼做。我担这五分埔这条街咯。20多年的历史呢，林北不是臭蛋，无咧做这种代志。不管你什么林北还是谁的老北啦，反正你就是骗我啦。我才无要做林北咧，对不对？我做林盘啊，我就够可怒咧。警察先生，你不要乱乱讲话，破坏我的名誉，我告他诽谤啊！妈，不要告了，代志呢，我足足开化的人，我足理解人的人，哦，算我唔对，啊，无安尼吼，我钱行你，安尼唔得好。好，太啊。5000好啦，好。1000，2000。学长，有个林北的女儿要找林北。哎呦，要是啊，你来考分同学空啦，啊，你安尼我用念啦啊。我是林北的女儿林小妮。所以你真的叫林北哦？因为我的开工，我林北林先。爸，你是做了什么啦？怎么会被带来这里啊？不啦，我回啦，我回啦。爱谁啊？抖音。